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，要来看到是各大饭店呐、啊，就把顶级食材化身应景的烤肉派对。炭烤牛排切开来，粉嫩色泽，滴出肉汁，搭配蘑菇酱提味，肉香四溢。清蒸松叶蟹飘散浓郁凯味，剪开外壳，饱满蟹肉 Q 弹又绵密，中秋节通通让你吃到饱。六福万怡旭日全日餐厅九月限时两天推出中秋烧烤享宴，不只有户外烧烤区，再加码松叶蟹、生蚝、生喜及干贝无限享用。户外的烧烤吃到饱，然后还有加码的干贝、生蚝以及我们的松叶蟹吃到饱。活动一出来的时候，其实电话询问不断。那目前的订位量已经来到80%左右，那餐厅预估这一次可以带动10%左右的业绩。5公分厚切鸡腿肉，在铁板上煎出焦香，再搭配特制酱料，中秋聚餐想吃buffet庆祝，还有这一家。烤鲜鱼、烤玉米，各种应景食材任你吃。金华酒店博利厅连假3天，花生美式 BBQ 烤场、战斧牛排、猪肋排、烤羊腿，各种料理搬上烤台，享受大口吃肉过中秋。那总共罗列起来呢，有30几种，再加上博利厅它其他的这个菜色，所以总共有200多种菜色。我们的中秋大考验已经有将近90%左右的这个预定的状况了。除了金华酒店和六福万怡，新版希尔顿粤式级自助餐厅也推出一系列异国烧烤料理，中秋档期各大饭店顶级食材结合烤肉派对应景，海陆双重享宴过节假爸爸。记者朱哲一从台北采访。